没女朋友很美。我没女朋友。那他会上 O N 调吗？我们要吃吗？不会，没意思。哇、哦，这就是男友视角吗？哎，我在干嘛？不要色挑战，简称一起看帅哥美女挑战第三期啊！曹老师这么虚脱，并不是因为我刚奖励完自己啊，因为这两天曹老师每天晚上八点都会给大家直播抽赏。哇，真的像曹老师这种精神上给大家看帅哥美女福利，肉体上还能给大家不是。总之，今天在大家和曹老师一起观看同时，可以对其中的靓仔靓女们进行心动词的打分，满分五分。不要说，让我们现在开聊啊！这也是大学女生吗？等一下。他是把丝袜套在手上吗？啊，这什么奇怪的说法呢？他手不会得脚气吗？哦，不对啊、哦，那是蕾丝的上衣。哇，这妹子真的是长在曹老师审美点上啊！当然我不会心动，毕竟曹老师已经有了乌令儿。啊，等一下这 cos， 这不上当吗？啊，我假装不知道这是他 cos 的谁。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说，他 cos 的这个猫娘啊萨娜是一种高冷系的，而他却在这里卖萌，就感觉有点 OC 的感觉。如果我不知道他是萨娜的话，我冲吧。男人拍别样变装视频，最好的变装就是不变的。来吧。哇，确实，感觉他的颜值上升了一个维度啊。不过他里面。视频中这句话我没有搞懂啊，他里面说突然明白小说中主角魅力大增了啊，有什么观点吗？他只是从前面装疯卖傻到后面的突然变正经严肃来耍酷，如果换在动漫里的话，可能就是《偷园九月天》里面小苍月啊突然变成苍月女王，或者《狐妖小红娘》里面的苏苏变成红红，这样的反差萌。Get it? I was just in awe. 啊，这是能播的吗？哇，我的巴巴托斯，不愧是男女通吃啊，简直是连我跟男生我都心动啊。我在说什么，如果心动值满分五分的话，我直接给他12分，另外2分是我为他冲。哇，好好看啊，这个两宅水果榨汁儿，我爱喝水果榨汁儿，昂昂随意混搭，我爱吃水果寿司儿，昂昂。为什么感觉这小哥哥声音和长相这么有违和感啊？就当时感觉他那个声线应该是这样的，不知道还有哪位哥哥没跟小仓三连，真的拜托拜托。一会儿我舍友都该听命了。这尾巴是怎么绑上去的？这就是猫尾女仆咖啡馆吗，家人们？哇，这曹老师基友他就在京东国立大学当留学生啊，这他活那么大20多岁他都没有去过女仆咖啡厅还有风俗店。曹老师就有一个梦想啊，就是暑假的时候可能找他玩啊，顺便给大家拍几期咳咳啊，对对对，你们懂的，当然是去日本秋叶原给大家拍点二次元抽奖之类的事情。我在想什么，开玩笑，这想的东西我根本就播不了好吧。这不是我吗？我2年前的时候呢，那时候还是个肥宅。是什么？哎呀，我女装这么丑，别放了！谁做的视频？我上不了了。我让大家投稿，靓仔靓，你把我女装照加进去是几个意思啊？来，再强调一遍，我之前女装都是我姐逼着我女装的，我自己是没有这方面的倾向，没有这方面爱好的。我知道你们还想看我继续女装，但是我告诉大家没什么用啊！就算这期视频点赞过2000，我也不会再女装。你们不会真点到吧？啊，应该不会。你女朋友很美。我没女朋友。那她会上 O N 调吗？我们要吃吗？不会，没意思。哇，这就是男友视角吗？哎，我在干嘛？这个你得问一下乌令儿啊，不是？哎，他直播着呢，真假的？他在直播，上乌令儿他在直播。咱们可以问一下他会不会 O N 调？下一个就是502，你会唱 O N 调吗？对，这个是我们骗楼头，怎么可以这样子说 O N 调？不要再说 O N 调了，很崩溃。苍老师晚上好，他怎么不会唱 O N 调？不要再提我那个羞耻的视频了，虽然给了我带来很多流量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很羞耻。羞耻，家人们，502他害羞了呀。
啊，既然他比较羞涩，不愿意让苍老师放，那咱们还是大家想看吗？我偷偷的给他看，我不会告诉大家，大家也别艾特他，好吧？咱们悄悄的看啊，毕竟大家知道我苍是什么人，美少女主播 ，no， 在我这里一位是我的粉丝家人。既然大家想看的话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咱们打开无脸儿的主页，等一下，这什么偷穿老头背心儿？啊？你女朋友很美，那她会唱欧文调吗？你就是啊。什么？不会。没意思。哇！不是无脸儿，家人们，太美了！果然，无脸儿才是真正长在曹老师的审美点上啊！哇，这种黑皮美少女主播真的全网独一份吧，兄弟们！我苍然发誓，我再也不会看别的任何一个女人了，把专一好男人打在公屏上。OK， 让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个视频。这是杯里，这是手里，好可爱啊！这是。这是我的心里。天空是对，我相信现在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在弹幕上打出我同意这门亲事。你看你气得晚上不能睡觉，结果那个气你的人睡得好得很。哎妈，家人来了，出卖我的。啊，开玩笑，刚才所有都是节目效果。不过苍老师每晚八点钟给大家直播送手办是真的。要是有其他让你觉得心动的靓仔靓女，大家也可以在我的评论对他们进行艾特啊！拜托大家再给个三连吧！小唐给大家收集素材，还给大家送那么手办，真的太需要大家点赞三连回血了。OK， 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，我苍老师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，拜拜，周末再见。